欢迎收看大户筹码论。来看今天台北股市走势非常戏剧化，盘中呢开低震荡，不过尾盘急拉，中场是上涨93点，收在17490点，成交量能呢今天是3353亿。那今天盘是怎么做解析？现场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，首先欢迎到的是华信投顾张大文分析师，大文老师好。大户筹码泄露天机，全国东森同学大家好。第二位欢迎到陈奕群分析师，奕群好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好，今天盘面上观察掌握，赶快问你先请教大文老师。好，赚钱其实不啰嗦啊，也很简单。赚钱靠的是什么？靠的是40年的专业实力嘛，对不对？今天什么时代啊？你还在以为土法炼钢啊？买股票每天对不对？节目乱看。报纸哇，这个乱听消息，乱听股票买一大堆，买20档、30档、40档。今天早上一个同学来公司看我的，也很可爱。他说他股票有100档。哎呀，我听了他头都发麻了，对不对？我说你这样乱报乱买，你怎么可能赚钱呢？赚钱真的只有一条路嘛？我一再讲，你要锁定主流嘛，锁定主流你才能享受大波段的获利嘛。今天你消息乱看，节目乱看，买了一大堆，哇，今天看这个节目，这个专家哇推荐这个，明天好好买，买两张，明天那个老师讲那个好，买三张，一张两张，就搞得杂货店，有用吗？啊，全国同学报，不管你报10档、20档、30档，结论通通是严重套牢嘛？为什么？你的人生就像人生没有目标，你告诉我这个年轻人会成功吗？啊，大学毕业，各行各业都想搞，这个行业搞3个月，那一家公司搞2个月、3个月、半年，你搞到最后你会有成就吗？不可能的事情嘛！人生没有目标，人生绝对是。啊，绝对是黑白的，股票没有主流，绝对是满手严重套牢嘛，对不对？这一次答案很简单嘛，台股从7月份，从18000杀到8月20号，来导播打一下大盘 K 线，对不对？从18000杀到16200多点呢，7月份以来崩了1800点呢，对不对？那崩了1800点，全国同学，崩了快1800点，大家亲眼见证嘛。张老师从7月份一再一再告诉你，下半年的主流已经不是航海王了嘛。从7月初18000已经告诉你的下半年的主流从航海王转进什么电动车嘛？啊，电动车带你锁定的是什么？电池大厂告诉你未来产量暴增10倍嘛，美骑马嘛，全国同学，导播打一下大盘 K 线，先看大盘 K 线，大盘是崩了1800点哦。那张老师从7月份带领全国同学锁定主流，重压电池大厂美骑马，来导播打一下美骑马，看一下好不好？从70涨到139，哎。70万变成139万呢、欸，台股崩了1800点，张老师请大家锁定主流，重压电池大厂的美骑马，涨了快要1倍啊！但是同样的时间，很多人去买什么宅经济啊、哦，七月初啊、哦，对不对？买东森，来导播东森看一下，同样7月初，东森也在70块，美骑马也在70块。结果今天东森是30几块了，所以同样你在7月初，你70万买东森，今天剩30万，但是你7月初你70万去买美骑马，来导播打美骑马，70万变多少？自己讲啊，70万变130万，一来一回你就差了100万了，对不对？那很多人买什么啊？宅经济、宅配通，来宅配通啊，啊，你告诉我嘛。150剩70，你没有命了，你真的命都没有了。那7月初全市场在发疯啊，都在发疯什么啊？都在发疯什么？航海王，7月初全市场
当时阳明长荣涨到230，全市场是不是只有大户筹码？是不是只有张老师公开警告航海王变成铁达尼？铁达尼，来导播打一下阳明好不好？看一下好不好？啊，230杀到110，什么叫铁达尼？所以张老师讲的话不是在跟你开玩笑，大户筹码讲的话对多空负绝对的责任，对不对？230多少专家叫你去追航海王啊？啊，跌到110，倒霉的是你。谁像张老师这样呢？七月初警告你，航海王变铁达尼，就阳明从230杀到110，长荣看一下，从230杀到116。但是张老师七月初叮咛你，把资金转进电动车、电池大厂美骑马，啊，美骑马4721，啊。4721，我会害你吗？我会害你吗？让你赚翻了嘞，真的是赚翻了嘞！啊，10张就70万嘞，20张，对不对？你只要有70万，你七月初买10张就好了吗？70万，今天就快70万了。你有100多万买20张啊？20张今天就100多万啊？所以赚钱的关键不在于你买多少档股票，在于你买的是不是主流。你买的不是主流，买越多套越惨嘛，对不对？七月初很多人啊带你买啊传产股啊，当时哇全市场追的什么深丰，看一下深丰啊，深丰看一下320杀到200，10张100多万没有了啦。很多人带你追南地，来看一下南地啊，看一下170杀到100，10张赔70万，20张赔140万。很多人带你追啊电子股啊低润啊，微钢看一下吧，微钢看一下啊，130杀到80，10张赔50万，很可怜哎。很多人追什么金豪科，来看金豪科啊，210杀到120，10张赔90万。很多人追什么敦泰，来看一下敦泰，哈哈，敦泰啊，290杀到180，10张110万没有了。很多人追什么联咏，看一下联咏，580杀到440，哎，全国同学，不要开玩笑哎。所以你不要以为大盘这两个礼拜又弹了1300点了，你买错主流，到今天你还是躺在地上哎，还是输得很惨哎。但张老师从七月份同样是电子股，我带大家从七月份从50块锁定的什么联电，来导播看一下联电，啊，从七月初50多块，对不对？两个礼拜前拉回54块，告诉你拉回再买，告诉你还会大涨，还会创新高，你自己看一下吧。今天联电多少了？啊，63喽，考考自己。前高63.9，会不会过？训练一下自己的专业素养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电子股你报了一大堆，通通惨赔。我跟你讲，只有你买我的联电，很快，对不对？导播再缩小一点，从七月份，对不对？我从50多块到63，第一趟让你赚了10多块，两个礼拜前拉回54块附近再买，到今天63哦。又赚了快10块了，我跟你讲啊，第一趟涨20%，对不对？拉回来再买，到今天又涨了快20%哦。所以联电拉回两趟的操作已经涨了快40%啊，涨了快40%啊，我跟你讲，对不对？那美骑马更夸张，对不对？老婆打一下美骑马，从70多涨到139啊，一口气涨了快1倍嘛。所以这就是张老师跟你讲的，赚钱的关键在于你买的是不是主流嘛。你今天买的不是主流，你买越多赔越惨，满手套牢没有用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定要把资金，要懂得未来的产业主流是什么，是吧？从大户筹码去锁定，对不对？你这样才能享受后面大波段的获利。所以从七月份台股崩了1800点，所有跟我去重压美骑马的，来导播打美骑马，是不是锁定主流？从70多涨到139，是不是大波段的获利啊？更神奇的是，七月份以来台股是崩了1800点哦。
如果说台股涨了1800点，你说美起码涨了快一倍啊，张老师没什么了不起，可以 OK， 不是嘛？对不对？台股崩了1800点，美起码让你赚了快一倍，对不对？联电更精彩，对不对？2303，联电我们两趟操作，第一趟50多块到63.9，获利一趟拉回54块再买，今天又63了，两趟啊啊，两趟又涨了快将近快40%了嘛，好不好？所以一定要懂得主流，好不好？所以大家再度见证奇迹嘛，台股崩了1700点，美骑马啊，电动车怎么跟你讲的？一再跟你报告未来电池的产需求啊暴增10倍嘛，所以我们一路锁定的电池大厂，跟鸿海集团策略联盟的美骑马，从70多块，然后全国同学70多，7月初还在8字头啊。8月初还在9字头哦，啊，还在91块而已哦，啊，96, 100, 104, 116, 127啊，投资朋友，139哎，张老师，为什么要一步一步给你看呢？对，万丈高楼平地起嘛，所以美骑马从70多、80、90、100一路一路跟你叮咛嘛。对不对？拉回重压大买，整整涨了快要1倍了，全国同学。当然涨多逢高获利，但是拉回来还是要买嘛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不要以为电池产业结束了嘛，结束了没有？还没有嘛。未来10年内最劲爆的产业，所以电池大涨错过美骑马的下一档是什么？你要赶快跟上。好。那7月份以来，大家见证哦，美骑马涨了快要1倍了，70万变了快140万了，对不对？所有错过美骑马的，我从上礼拜跟你报告，未来谁会大涨啊？未来谁会大涨嘛？跟你讲谁？低价大转机有没有？跟你讲了1个多礼拜嘞，啊，低价大转机耶，啊，对不对？跟你讲这档股票。第2季正式转亏为盈，2开头一结尾的，跟你报告，股价今年从30多块摔到10几块，股价已经重挫了50%。那这档股票最重要的关键点就是说，它过去是所谓的传，对不对？这个家族企业，过去的家族企业，那中国古话讲得很好啊，富不过什么？富不过三代嘛。所以他不要三代，他才2代，啊，公司就搞得哩哩啦啦的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，啊，第2代都吃官司吃的很多了，哈哈，被判刑一大堆。好，这都过去了，过去了，啊，那他的母公司很有名，对不对？这个，啊，我想我们从小都听到了，啊，对吧？啦哒哒哒哒哒哒。对吧？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我想这个歌从小大家都听到，这是他的母公司。好，但是呢，他在去年已经由市场专业经营派经理人切入，啊，因为他的资产很多，对不对？老字号的公司嘛，经营不善嘛，所以需要专业经理人来拯救嘛。所以从去年，他的母公司已经由市场派真正专业经理人啊，这个。脱胎换骨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的母公司第2季居然本业开始获利，哎，这是了不起的事情哦。啊，所以一个公司它不是不会赚钱，只是说你是不是真正专业经营啊。所以他的母公司第2季正式转亏为盈，哎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讯息哦。所以他的子公司啊，这就是他的子公司，同样在第2季也跟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啊，子以母为贵嘛，啊，母亲已经，对不对？这个抬头挺胸了啊，已经是乌鸦变凤凰了。当然子公司也跟着啊有亮丽的表现，所以子公司第2季也正式的转亏为盈。所以这档股票我跟大家报告，从10几块你把握嘛，还没有赚到钱的你把握大捡便宜啊，这里对不对？从10几块我跟你讲哈哈，不小心再回到全坡的高点，你赚翻了，我跟你讲。来，昨天23块没错吧？
昨天23块哦。你看一下今天大盘的走势啊，大盘的走势，我大家打一下，老婆导播打一下大盘的走势，大盘今天走势图啊，今天走势图，你要看，你要了解啊、哦。今天最后收盘是涨了90多点啊，但你不要搞错，盘中一度跌了快要200点哦，啊，一度杀到17200哦，啊，一度跌了190点哦，是吧？尾盘11月 MSCI 啊，大家很清楚，尾盘因为台积电强拉嘛，来导播打一下台积电今天走势，对不对？哦，台积电哇，一口气涨了啊，快10块了，所以当然把台股指数大涨，但今天大盘盘中啊都是重挫啊，将近快200点了，对不对？但是这档股票，全国同学啊，今天早盘台股一度重挫快200点，哎，低价大转机，张老师没有骗你吧？今天自己看一下好不好？啊，从一早有没有？早盘台股一度跌了快200点，它有跌吗？它有跌吗？啊，从开盘就是一路大涨啊，大涨，大涨。24.9啊，再创波段新高，再创波段新高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你看赚钱很难吗？啊，从7月份，张老师苦口婆心送你的美琪嘛，70、80、90、100、101、120、139啊，这真的是奇迹耶，对不对？啊，奇迹耶，台股崩了1800点，涨了快一倍，那你错过美琪嘛的，我跟你分享，对不对？低价大转机，从10几块，昨天23啊，今天大家自己看一下好不好？24.9，全国同学啊，自己看一下啊，从前两个礼拜10几块，20块，23，今天呢，再一根长红大涨，整整涨了又将近快30%哦，好不好？这档股票大家再度见证哦，啊，低价大转机又大涨30%了，好不好？这档股票我跟你讲啊。会不会来到三字头？来到三字头你就赚翻了，我跟你讲。所以大家看看张老师锁定主流，好不好？我们股票不要乱射飞镖，好不好？恭喜大家啊！低价大转机，今天再度见证大涨30%，对不对？未来谁会大涨，都已经帮你锁定好了，好不好？那手中套牢的，我知道你们套牢的一大堆啊！从两个礼拜前的16200点。到今天涨了快1300点了，我跟你讲，你们满手满手套牢，为什么不是主流？好不好？所以如何把手中的持股转进下半年的主流？张老师已经从7月份的美琪玛带你亲眼见证，涨了快一倍啊，从70来到快140了，好不好？错过美琪玛的，送你低价大转机啊，从10几块、20块、22、23，今天已经快25了。啊，一步一脚印，手中套牢的不要难过，好不好？赶快拨电话进来，下礼拜第一时间带你把手中持股转进下半年的主流，享受大波段的获利。今天务必拨电话进来，共襄盛举。好，那更多操作进广回来区，再请大文老师帮大家做解析。回到大户筹码论，进步个股解析，再把时间交给大文老师。好，赚钱啊，不能开玩笑啊！大户筹码泄露天机，不论对大盘、对个股未来的涨跌，绝对事前交代的清清楚楚，好不好？大家亲眼见证啊！8月20号，当时台股崩跌1700点，大户筹码恭贺全国同学大跌捡黄金啊！来亲眼见证，8月20号，当时台指杀到16145，16145，来，全国同学10点12分一早。公开呼吁大户城市16156向上转多，台指16200225加码买多。哎，张老师，你发疯了，台股崩了1800点，外资卖500亿，你怎么叫我们全力做多呢？啊，大户筹码斩钉截铁啊，从16156、16200全力向上啊，加码买多操作。全国同学自己告诉我，这是两个礼拜以前的事情嘛。10天以前的事情，16156全力做多，今天17468，你告诉我啊，多少点？整整送全国同学1300点的行情，你赚到冒喜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再来跟你报告锁定主流，未来谁会大涨？一路跟你分享电动车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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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电池大涨，美琪玛从70、80、90、96、100、104、116、127、139啊，全国同学，不好意思啊。
七月份以来台股崩了1800点，美期码从70变到快140了，你还满意吗？错过美期码的跟你分享美期码二号，同样电池电解液的啊，六月获利暴增7倍，从40、50一样60，大涨三成，这档股票也是要特别注意，特别注意拉回的买点。再来跟你分享的低价电动车百宏，第一季的获利暴增13倍嘛，从23、25、27、30、31.8，一口气大涨40%，一样逢高获利拉回24块，告诉你拉回前低还要再买，还会再攻。今天呢，28.4了哈，又涨了快20%了哈，百宏何时要突破前高？再来跟你分享啊，未来谁会大涨？晶片，这跟你讲了多久？去年的联电从20多60涨了2倍，7月份50多块，全力加码，还要涨，还要创新高啊！真的假的？59.63有没有创新高？再创20年新高，逢高获利2个礼拜前拉回54块附近，告诉你拉回再买，还要再攻，还会突破前高。张老师啊，你在讲笑话吗？外资大卖500亿耶，联电还会创前高吗？结果呢？58、60，今天呢？63.1了，全国同学，好好考考自己啊！联电何时突破前高？联电到底要涨到哪里啊？啊，跟上脚步。那再来啊，今年1月份封关春新春1月份跟你分享航运股，当时阳明一字头啊，当时你看都不看一眼，张老师请你重压大买航运股，结果涨几倍嘛？自己回答我啊啊！20万变200万，200万变2000万。7月初230，警告你铁打你，结果呢？崩盘了哈，杀到110块附近，告诉你不要杀了，大捡便宜。8月19号当天128再买，结果呢？148了哈，10张又30万了啊！阳明10张又30万了，逢高当然要获利一下，因为啊，航运股还会来回哈，来回震荡整理，好不好？很多套牢航运股的，赶快拨电话进来。再来给你报告涨价商机啊！日系啊，春田已经涨价了嘛？谁啊？国巨嘛，杀到400多块，为什么不敢买啊？上半年获利20多块，全年要赚50块的，跌到400多块，大捡便宜，470、484啊！看看啊，十张又快五十万了。再来一路跟你分享低价大转机嘛，啊，家族企业嘛，从10几块，对不对？昨天23，今天全国同学啊，没有让你失望吧？啊，今天再度大涨，好不好？再创波段新高，整整又涨了30%了哈。那这档低价大转机到底要涨到哪里？哈，特别注意哈，再度见证低价大转机大涨30%。所以低价大转机整个大波段的目标价到底在哪里？以及最重要的未来10年最具爆发的电动车，错过美骑马大涨快1倍的同学该怎么办？该怎么跟上？好不好？拨电话进来。再来，最重要的就是联电啊，从50多块一路请你重压加码，今天已经让你看到63块了哈。联电大波段操作目标价到底在哪里？务必拨电话进来。未来谁会大涨？到筹码通通早已帮你锁定好了，不要自己乱射飞镖，满手套牢持股啊，不要难过啊，不要困扰，拨电话进来。一通电话，曾老师下礼拜带你锁定主流，大波段操作，共享胜局。好，非常感谢来宾的分享，提醒观众朋友了，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该独立判断审慎评估，并且自负投资风险。也祝您操作顺利，我们再会。